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，本院委员林鸿慈、吴育生等21人，针对工人退休再至政府补助失效任职的达1000余人，不但排挤高学历者及流浪教师之工作权，也显然违反工人离职后不得担任与其离职前有直接相关之工作。原此本席提案要求教育部、全序部及国防部等相关部门。 针对自公职或均职退休之人员进行全面清查，并基于公共利益之考量，对于转任失效或同业工会等团体设立旋转门条款，避免出现双薪肥猫、人事愁庸、利用职权等情势，是否允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林鸿慈等。